具新的英雄使命，引入由复仇者启发的技能升级。首先引入的是钢铁侠的变形特技，赋予水陆两栖战车无所不能的行驶竞技。钢铁车身配上竞速飞马，水上统一不限空域，强大防水配置，水面行走轻松自如。四驱驱动挑战新型特技表演，360度旋转特技，